您好，我是来自上一中学的学生李浩洋，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，请问在写作时更能够吸引读者的是更精简的文字呢，还是更华丽的文字呢？华阳同学，一般读者的背景相差很大，喜好自然就相去甚远。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有些喜欢精简的文风，有些又喜欢华丽的辞藻，所以这两种风格呢，都拥有各自的读者群。若是要从中选择其一，我呢，建议走精简淳朴的路线。因为华丽的辞藻看久了就会腻，就会厌倦，而简朴的文章，特别是那些文字浅白但寓意深远的文作品呢，历久弥新。哎，这就是为什么历代以来流传久远的是更接地气的唐诗，而不是堆砌华丽辞藻的汉赋了。